玉米的公花了，公花你看它蹦出来了，蹦出来有花粉，还可以去碰那个须须，那个是母花，须须那个是母花，还不用公花的花粉，那些公花花花，让它去碰这个母花的须须呀，来工作，要整块田地种了满满的，就不用这么麻烦。种的这么少，就用人工授粉，后来用那个粉笔的粘后，就粘一些在布，然后来碰碰这个，碰这个须须的母花，这样叫人工授粉呐、啊。